天赐的声音四崭新开启，十三位常驻音乐合伙人一同打破了前三季的固有的音乐叙事，可以说正是前三季的离场，带来了第四季的新的模式的进入。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是博远与姚琛合作的《离开地球表面》。无可否认，在那一刻，天赐的声音四的舞台是属于年轻人的，激情四射，魄力无限，武力全开。博远与姚琛像是认识已久的老朋友，因为惺惺相惜，所以心有灵犀。舞台上的他们并非在呐喊与叫嚣，却唱出了一曲最强音。最后一部分的舞蹈更是带动了全场的气氛，即使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股燥热与涌动。那么七音更喜欢哪一位呢？从下都有人穿反调，恨得多爱得少，只想越跳越高，越跳越疯，把地球甩掉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，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掉刀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。野心大，胆子小，跳舞还要靠边角，恨得多，爱得少，只想。全忘掉，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